开学啦，我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啦。看，妈妈新给我买的笔袋，米色透明款。里边还有夹层，两个小夹层，然后这边还有个夹层。忽然喜欢这种简洁款的笔袋了，开始收拾笔袋吧。买笔袋送的荧光笔，正好可以做标记。放了这么多笔，还有这么大空间，真是太实用了。这些都是四年级的书，该收拾一下，放到书架上了。对，清空了，里面要装我所有的暑假作业，都在这儿呢。放进我的新笔袋。他也不想在家待着呢，收拾好了书包。嗯，这些呢？这些四年级的书呢？还有卷子。要不你帮我收拾？我不可能，你收拾吧，快点，该扔扔，该收藏的收藏。扔掉。期待新学期哦，拜拜。